我讨厌我家，我讨厌学校，我讨厌街头，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快走！啊！我叫阿拉来，有心人是你，快说话！外地人。你等一下要去哪里？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。那你要不要上去？那里灯光亮着的地方，就是飞机城。那些没人要的垃圾，不是被铁甲车抓走，就是逃难到这里。嗨，小树，你怎么会在飞机城啊？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人要的垃圾。演习出了点意外，辛苦了。嗯，演习。我特意带你回到我们的地盘，是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铁甲虫。如果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们呢？走，怎么？他是你唯一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要？因为我不想和阿奈说再见。现在就会说再见。可以不要说再见。我不想去到天空的尽头，海洋的边缘，看看你这辈子可以走多么远。我们有机会变美，变得不再是垃圾。小树，一路好走。谢谢你救了我一命，也真的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会变成不是没人要的垃圾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玩啊。这个怎么玩？这个这样玩？你跟我才不一样呢。